吗？对，我想看一下你的 popping。好，炸、okay、你们！这里舞美很贵的，你们动不动就把场子炸掉。大巴在动。看够，真的，名字要反过来写了。准备好了，这组可能要 battle 了。黄立新老师可以点评一下他的 popping 吗？基本的都非常好啊，我只是觉得你需要一些经验。popping 很多是小细节，可是问题在这么大的舞台上，你一开始慢的时候，其实你动作太小，会看不出来。其实都看不出来，你只是看起来就是站在那里。好吧。可是这个以外，我喜欢你的臭屁又谦虚，其实我喜欢这一点。谢谢老师。听到黄立行老师是第一次在舞台上夸人。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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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真的。谢谢老师。好。好，让我们评评分吧。于斌、于承恩、何廖吕云、顾天航 ，C 班。谢谢老师。牛超。A 班吧。A 呀，绝对 A 吧，绝对 A。B 班。啊。B 班。不是你，不是你 ，A 班。终于等到，有请 A 班的十一位学员全部起立。我们的规则是第十二个 A。要 PK A 班的两人，两人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较弱者会降为 B 班。哇，以前就是一对一，但现在是一对二，你也能看到更多的人展现出自身更多的能力，我觉得对学员也是一种更公平的体现。可能在 A 班里面这一方面的领域是他最强的，两个人下来和你 battle， 难度不是加一倍，是加 N 倍，好吗？上 A 班真的很难。我发现女发起人比男发起人更狠啊！啊，今年的规则更厉害啊！这样才能看出他们男人之间的较量和魅力。舞蹈强项的 A 班学员可以开始暖身了。两名学员分别是王晨毅、夏之光。我觉得男人之间最浪漫的事可能就是较量。任意的放一首音乐，第一轮每一位选手30秒的时间轮岗换人，第二轮3个人一起跳。好，放什么音乐我们也不知道，拿出自己最擅长的舞种来表演。第一次在台上这种 freestyle 去 battle，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挺刺激的，挺是一种考验的。其实不是很敢面对这次 battle， 我是非常非常紧张的。我在台上一直默念自己啊，没事没事，不紧张不紧张。对。battle， 准备。
太难掰了。哇，我觉得那个男生一定要留下，就是那个头发炸炸的。王晨艺，王晨艺可以的，他是街舞大师，对啊，他就超厉害的。对，沙琪光呢，如果跳广泛的舞蹈，他会可以 handle 得到。这三个人现在状态完全不一样，中间那个就极其松弛。他很放松，很放松，他很放松，这个舞台就是他的。你看他刚才跳的时候都可以挡到旁边，他都我就是在中间。这真的太难选了。王晨艺，A 班，A 班，夏志光 B 班，加油！夏志光，其实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你，我希望你到了 B 班的时候，有一天有超越 A 班的能力。好，答应你。好。谢谢老师们，谢谢，辛苦。就跳舞的业务能力来讲，他刚刚表现得不够出色。我们又是用跳舞 battle， 我不能说他最厉害。对，我自己当时心里是觉得自己还 OK， 但是最后这个结果是老师评判出来，所以我尊重老师的结果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。